感谢台中套路王的飞机。全军出击！不划算。他没刚刚没看到我吧？进草丛的话，他闪现就没了。看到我了吧？应该是看到我，不然他不会这么调皮的。他们将后悔与我为敌。怎么办？我不让你，我不让他吃经验值。一个兵都别吃，兄弟！一个兵都别吃，诺扯打天使，往死里打！给你点，不通！没事，你点，你点，我没关系。哎呦，亏了，这塔也能打到我。来人，没事，我反杀。我队友来了，哎，剑圣怎么不来啊？就杀他岩雀，红蓝 buff。回来，你敢抓我上路？你敢抓我上路？胆子太大了！我血怒出发，你受得了？交出闪现！在我手里吗？敢抓我上路？爷爷打不死我呀，兄弟！你又没点燃，他死了。哦，这手闪了，可以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欲举之人葬身。诺克萨斯，大意了。大意了，大意了，大意了。七道血他死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我剑圣应该能杀他。他现眼崩了，哎，你在干嘛？从不后撤。哎，七道血他就死了。他这个线很差，暂时不搞他，兵有点多，等我疾跑好。没关系，你点吧，不痛。卡位，他死了，这波必死，好吧，野生长不可能赢我。
直接流流血流死啊！这流血流死，还手肯定死。他卡牌我要注意一点啊，这卡牌能飞的，我的目标很明确，我疾跑好了，拉动就死了，我把线控回来，落手削了血怒的伤害。嗯，反正打天使随便打的，打天使随便打。我不给他打钱的。吃药 AJW A 他，好，够了，我杀不掉，但是够了啊，他得回家了。你胆子好大，他有大的，这波不是为了杀他，就是为了把他打回家。这个线它爆炸，控回来，他丢好多兵，OK， 就控在这个位置，卡牌没大了，他崩了，这个线他太难受了，让他把这个炮车打了，这样的话兵线就过来了啊，给他打，我把线控好，找机会杀他，我大马上好，剑圣来了，好，闪现交了，可以 OK， 他现在只有一个大招保命，看你怎么打钱，看你怎么发育。来嘛，无所谓的呀。AJW， 吸口血没吸到，无所谓。吸口血没吸到呢。不亏，卡牌没到，不亏啊，塔皮不敢吃了，把这个挺进者做出来，诺克萨斯即将崛起，
继续折磨他。我的目标很明确，把线先控过来啊！他已经被压了两等了。还来，他还来，哎，我没双招，太笨重了。没大，有大也是随便打的。为什么敢抓我诺手？这个人太捞了呀！好吃。别下了，打皮还能吃一次，有疾跑了，我要把这个蓝 buff 拿过来。不死，明确在下，真不知道诺手的威力。赶快，还能再吃一次。继续，来不及了。哎，哎，可以，舒服。哦，我挺进者了，这波舒服。这个一出就好杀他了，再杀一波这个岩雀，这岩雀挺肥的。他也摸了三个头啊，这个人。他肯定要来抓伤或者打峡谷，明显他的岩雀离他不远。我就知道他想蹲我，我要杀他一波。这个岩雀，这岩雀我要杀他一波，太调皮了，不杀他不行。A 他 ，A 接 W 接，吸血接 A 他 ，A 他一刀斩你！听说你刚才抓我，一刀斩让你抓我，哎，很好，祝福，复仇成功。塔不推，出个装备。这个岩雀本来发育挺肥的，
被我制裁了。天使刚闪现交了，死亡闪现。懦弱之举，我拉中他就死了，他没闪啊！我卡个草丛，卡个视野，大家保持警惕。哎，应该不敢再上前了吧？上前就挺进者拉他。算了算了，开吧，反骨开吧。走了，打团了。小龙还差一点钱，没了。够了，够了，我走了。好，反甲出了，我们这一把要出一些魔抗，出个绿甲啊，60魔抗，40魔抗，出振奋好一点。我把下路塔给他推掉，天使让他发育一会儿吧。卡莎来下了，我看到了，我可以在草丛蹲他一波。他会不会出来？应该不敢吧，他应该不敢出来。不一定啊。算了，蹲不到。一刀斩，缓速，一刀斩，你也给我过来 ！AJW 我扛塔 ，AJ 虚头去都得死。OK， 我很能扛。卡牌来了。刚才没刷新大招，没把他劈死。他应该上去。这波算了吧，算了，我没挡。我队友来了。无眼吗？算了算了，他敢飞吗？我操，情况不对。拉一下，丢喽！我有板甲，我跑速快，丢不到我。追不到我！啊，我操，刚好吗？这个伤害，哎，我把他伤了，早知道我把他秒了，换了，这伤害刚好。我得带一个这个。一人一条小龙啊，我们一边一条，下一条小龙跟他们打一下，团战他们打不过，
感谢王家伟，感谢金轮哥哥的飞机，谢谢。还有一个谁送的飞机？就这个岩雀必须得死，这波他必须得死，他没了，他不死我倒立吃翔。这个人是掉线了还是怎么回事啊？应该是掉线了吧，不然他不可能一直往前走的，他应该是掉了。卡牌有秒表，他死了。过来，直接交大招哦，免得他有闪现跑了，我还得交闪追，不划算。来了，我没大，但是有双招。天使，过来，行，逼个闪现不亏的。我们少个人，就有掉线的。这波没大，不太能赢啊！队友来了，吓唬他，最好拖到我大招好。很好，起跑开起来，就杀他野。这个 ADC， 你往哪跑 ？ADC， 你往哪跑？你往哪跑？你往哪跑？你往哪？给我头！好 ，OK。零换五，不好意思，零换五。他好像网不太好。我双招就是猛，怎么大呢？再赢一波，就盯着他这个卡莎上，他卡莎十几个图，应该会有人过来，人有点多，他们不会去大龙吧？看到了，看到岩雀了，就差他岩雀。好，死了，拜拜，鲨鱼拉拉。我们往这里走，我还有闪，不闪就算了，打个闪现可以的，不亏啊。最好等我们的双招好再打断。再来个自然之力，哎，他们这把魔法伤害多，这个也是 AP 输出 ，AP 输出挺多的。先刷旋动。A 他，一刀斩，还有谁挺进者？我求求你！一刀斩，
一刀斩，趁着敢惹 血怒的诺手，就问他们舒不舒服。过瘾，不讲不讲，太爽了这把，全部皮死，全部死于我的断头台。大龙可以搞，我来在这里蹲他一波岩雀就好，岩雀肯定要来的。来吗？来到了，我得了。EGWG，刮起 AG，一刀斩。打我没事。嗯，有点被风筝了，怎么被风筝了？大龙，大龙，大龙！下一波有闪啊！小龙先收了。当了，当了。先把小龙吃了，他知道了。我魔抗已经高达174了。小龙直接打。打呀，别怕，我来了，得升到16级。哎，卡嚓，他们居然敢动龙，离谱，还能打我这么多血呢。挺进者 AJW 接吸血接 A 一刀斩，还敢来，还敢来！哟，就没消失，披着证书，摧枯拉朽的团战，根本没法打。大龙说了，大龙说了，放弃吧，对面可以放弃了。投了，果然。爽，披着真。